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。我们现在呢，正在去现场的路上。昨天我们是下午3点来这儿，然后直接去彩排，彩排完了之后，我们晚上跟陈毅哥一起吃了一顿饭。对的，吃顿西餐。好久没见，我们上次见陈毅哥是？上次见陈毅哥是。很，我感觉有很久了，感觉是疫情之前。对，上次一起合作的时候是，真的很久很久很久。热，昨天很热，我昨天还开热空调，我给弄个热感冒了今天。你是不是开错了？我开错，本来想开凉的。这不是我开的，就早上才发现原来是开空调了。我说怎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不舒服？但真的像这种热的话，但是晚上特别凉。我晚上盖被子，在被子里面很热，然后一拉被子脚伸外面，然后巨冷，都不知道怎么好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被子掉地上。是那个郭老师，不是那个年轻的拉丁舞。郭老师啊，那个穿起来就不行。你出一个，我出一个，你出一个，你出一个。哎，好，好。台上有谁呢？听不见。哇哦！接下来是我们的 boystory。来，帮我们给他们。好嘞，好，去。该接了。你已经想再想撒什么娇，那我就应该不接。我已经在说，不是我看你，我看你。我已经在想老娇了。哎，他就是，他就说这种话，就说明他其实是想撒娇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当时我已经提前想好怎么跟大家融化。但是龙哥快要给大家跪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龙哥是真的不想撒娇。真的是，谢谢你给我台阶下。看别人都来，幸好龙哥没有找我，幸好龙哥没有找我，不然下回，不然我跟龙哥来一起跪，下回我就跪啥？饶了我，饶了我。拜拜，我们下班了，下一站成都见。看看，帅，我们是听走还是相反？相反的歌舞圈，下一站。看看，哦，这是哪个？相反的歌舞圈。OK， 我们现在苏州这个流行金曲嘉年华已经结束了。对，有有有有有，来吧，李奇，你不开心吗？难道？哎，有点疲惫。昨天呢，我们晚上很晚才到了酒店入住，是的，差不多已经洗漱完，已经。我们是4点啊，已经很晚了，然后4点多了，然后就是大家也挺辛苦的，还在等了我们那么久，对吧？大家都很辛苦，然后现在是睡了一上午，然后中午吃了饭，起来吃了饭去，现在去彩排，对，现在去彩排，然后我们彩完排呢，在化妆。哎，回来化妆是吧？回来化妆。然后呢？成都应该。
哇，好有魔力啊！哇。热，哇！你们什么都没穿呀，走吧。嗨，早上好呀，现在是早上9:30。9:20，然后刚起床，你说我怎么就记不住呢？出门拍一个视频，我还忘记早上记录。我本来是想昨天晚上睡觉前和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记录下的，但是忘记了，结果记不住，我就困了就睡了，所以就记不住。现在拍也不晚，就记录一下。现在洗完澡马上要去吃饭，然后化妆了。好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一身搭配，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。把灯开一下。那这些灯都怎么打呀？很舒服，很舒服。现在10:00，然后马上化完妆、做完发型就出发了。设施有多高，我感觉它好高。你看它之前的那些字。因为正常如果两三我没有概念，大概就是距离很短的话，它看人应该不会是像是往下望的感觉，那感觉真的是哦好深的感觉。它一定会好难想象。你是有点恐高吗？特别怕高，怕高了，跟人家去游乐园玩，我只坐旋转木马的程度。不担心，就实在来不了的话，也不能撑着。这个东西不是说啊，我硬着头皮能上就能上，其实有的时候偶尔可以，但是看情况。要珍惜当下，能行就行，不行再就跟导演说一下，说还好我在我微博里面多用两次作业本，肯定别让我去这密室了。存在像 sunshine in the rain， 酒精紧抱着我 take away my pain， you're my stress， 在聚光灯下只为你，每一次怀疑 cause you always be my baby、yeah。